大家好，我是 CBK。 咁今次咧就会玩呢个 Shell Shockers 啦。咁今次咧就会玩，咁今次咧就会同呢个 Yacht Pro 同埋 Firebox 嚟玩啊。咁而家呢个场就系 Helix 啦，咁即系白鱼新场咧，咁就交俾 Yacht Pro 介绍下啦。Yacht Pro， 哦，好。我唔記得係咪 skyscraper， 唉唔記得個名啦。Helix 啊，好耐冇玩嘅，因為實在。Helix 啊，同嗰個另一個好高嘅牆好相似，就係差錯腳，就即刻天花板跌翻落地㗎。嗰個叫唔記得咗。Helix 啊，呢個牆叫 Helix。你天台嘅人要好小心啊，因為要因為稍一不慎咧，就跌翻落去地獄㗎啦，可以話。爬上嚟都要一段時間。呢、這個就我諗適合伏擊多啲咧，因為你突然間喺，因為突然間有個人喺你下面，喺你上落嚟咧係。哇！哇！好有事咧，就係、是、你又係用半字咗，我轉隊啦，好嘢，轉到隊。咁你比較建議用咩槍啊？自動或者散彈啦，即係 sniper 或者咩？我用緊 Albino Softy 咯，依家係。呢個 Albino Shotgun 係點嘅？睇下，睇到話即係白蛇槍咯。哦，白蛇，係咪好靚咧？使唔使錢㗎？呢把即刻殺咗你 ！What？ 我射中你個肚腩都殺唔死你。你係咪用緊半自動啊？見到有人啦。係，梗係半自動啦。喺度用 P 九嚟搞掂。應該好中意用 P 九嘅。哇！P90 大曬咩？係咯 ，P90 的確係大曬咧，可以話。因為如果你有睇之前啲片，我都係用 P90， 跟住就瘋狂掃射曬佢哋嘅。五人大亂鬥都好似係依個場咯。塔頂走下，真係冇咁多人俾你守啊！我哋要落去下邊啦，睇下有冇。因為塔頂太多條路啦，基本上係冇可能睇。看到咁鬼死多个，但系问题就系依家系越嚟越少人咯，点算啊？咁使转场啊？冇啊！我同 Firebox 过去，我哋两个过去。哇！冇字，因为大家依家仲有嗰个连杀啊嘛，等死咗之后先啦。等死咗先过去。系。因為我係依家大家都有 Q 嘅，使轉場好啲咧。我諗轉場好啲。哇，得不了！轉場啦，咁好啦，我哋而家又要停一停機先啦。等先啊。